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《戴维话收藏》这个节目。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，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。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北宋的汝窑的天青釉的笔洗。那么这一件的天青釉的这个笔洗呢，它的高是3.3厘米哈，口径呢它是3厘米哈，大家呢要注意看，我们这个学习瓷器鉴定，以及我们学习这个瓷器断代，我反复强调哈，要看它的器型。器型呢，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正面，要看它的侧面啊，要看它的这个俯视啊、仰视，各种角度要看它的器型。因为每一个窑口在每一个特定的年代，它的器型都是非常独特的啊，而且呢，由于各个朝代的烧造的技术的不同，它会有不同的器型的出现啊，就是有一些特征在上面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看这些器型，更要看它的胎釉，以及看它的开片的情况。我把这个开片的这个非常详细的资料呢，展示给大家，让大家呢可以看啊，看这个冰裂纹它是怎么样来开片的。那么现代的这些仿品也能做出来这些冰裂纹的这个开片啊，但是它是不同的，大家要仔细看这些内容。然后呢，就要看它的底足，底足呢，我们看它有一些。在支钉烧的部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胎骨的情况啊，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详尽的资料，那大家认真的仔细的去看啊。
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，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呢，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，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。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。